东湖来的，是刚刚去送瓦斯才回来。啊，不是，其实我一向穿衣服就是这么邋遢，没有办法。你看我跟周美仪特别还在把衣服领带的颜色都配得哈，没有想到你只有个吊嘎就来了。吊嘎，就是他这个人呢，一般来讲就是比较随性。对，最近听说身体也不适，是吧？对，最近因为脊椎骨上次拍在法国拍戏的时候摔伤了，从八楼摔下来。八楼啊，对啊。哎呦，你当时这样摔下来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有没有想什么？没有，我跟另外一个武行在一起啊。那人的直觉本能，就是求生的本能，一定是想抱住他，让他垫底好过了。这个让他垫底摔到二楼的那个遮雨棚，然后再弹到一楼下面去。那弹到一楼的时候，我就良心发现了，就是换我垫底，结果他体积比我大一点点，就这样压一下子，就也没理他，就慢慢越来越发作痛。不过这样讲起来哈，这个八楼摔到底下还这样子啊，算是运气蛮好的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人有时候很难讲了。有一个人，然后想不开，就从13楼跳下来，底下一个巴掌，就压死。结果摔巴掌的发生事情了，他没死，巴掌的死掉，把巴掌给扁掉。不过这个王姐以前也是当过替身嘛啊，你也是常常参加一些很危险的动作的参与啊，有没有？掉过钢丝？有掉钢丝，那还不是家常便饭。我看他，我最怕掉那个东西。我最喜欢掉钢丝。那我们要找一个连的兵力才拉的。没有啊，以前我参加过一部这个古装连续剧的演出哈，我就有掉钢丝啊，我演一个侠女哦。哎呦。我很好奇，他是用那种很细的还是那种钢缆？一般都是用一根钢丝啊，那我用了好几根，然后别人拉我，拉到那个树的高度，我就下来了。哎呦，这个他自己夸张了，十几个人都拉不起来，最后请怪手来夹这样。王姐以前呢是自己，就是说从替身开始赚的钱又不多，但是呢红呢都是人家巨星在红。对，那周美仪以前呢也是从最初期啊，可是我想每一姐都是她自己来的啊。不是，她当替身呐，她是人家摔下来，她底下当床垫的。我可没这么说，我是说美仪姐比较难找到替身。对啊，要想当我的替身不容易。她一定是自己来的。对，都自己来的。对，不过这个王杰在这个演艺界啊，歌也唱了啦，这个电影也拍了，连续剧也拍了，接下来还有没有想自己还要再突破？其实啊，我自个儿比较喜欢做导演，真的。做导演，因为有时候我觉得音乐是跟视觉的感觉是应该要连串结合在一起。对对，那有时候自己当导演的话，会喜欢怎么剪就怎么剪，喜欢怎么拍就怎么拍。对。不过我想今天王杰来到现场，除了我们两位跟他聊之外，现场这么多的观众朋友，一定也很想跟王杰亲自能够讲话。大家对王杰的这个私生活啦，或者个人有些什么想要了解的，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，可以举手来问王杰，把你们那个抓狂。